大家好，我是杏红。夏天到了，买了几套新衣服，今天打开试穿一下。你这又是好久没让人吐槽了。我这不是瘦了吗？之前那衣服感觉穿有点肥了，我就来点瘦的。拉仇恨呢？你看咱俩喜欢的风格应该是都差不多。今天还来个餐吗？行，我看看，这个行吗？行。这个套装现在老流行了，都炸街的吗？黑色的吗？就是那种，小裙子、上面这个，我能穿不？啊，这不跟俏俏那个差不多吗？像 JK 服吗？有点短，露肚脐了。啊，我不行。这是小孩穿的，这。不是，就是减龄的那种吧，少女装。先给你否决了，我俩都否决了。你这不好看吗？不好看。怎么说呢？你穿上看看呗。看看。全是裙子。我觉得第一件还可以。而且还挺便宜的，我就寻思多买几件。哎，以前我就穿那种长裙啊，我小妹就不让我买，她说的你腿短，你个矮，你别穿那种。然后结果我穿还行，那时候瘦，现在够呛了。瘦，对，那时候真瘦，哎呦，那时候真瘦。你要是胖的话，那你穿这样子肯定不行。我试一下啊。是哪个？先试这个。你说哪个？我觉得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还行。吐槽大会现在开始啊！噔噔噔噔。但是挺减龄的。哎，就是这种肚子，你知道吗？晚上刚吃完。你那头发整的就太不利索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有点，还是有点那个啥呢？有点胖呢。没有，胖倒是没觉得，但是有点绑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点短。行，换下一个，穿这个长裙。嗯，这个试试啊，这个长，这个短。这个我觉得应该行吗？挺好看的。啊，这个裙子当时我看图我就挺喜欢的。挺好看的。就是，哎呀，瘦真好。就是底下那个鞋稍时尚一点。这个不时尚是吧？这个不行，这个配刚才那个。姐，然后我们把头发什么的都脸都整一整就好，就主要是你现在就这个造型不太好，所以就把这个衣服整体给拉没了，但实际挺好看的。就是你有没有别的鞋，就是凉鞋稍时尚一点，或者薄一点、窄一点的、瘦了一点。行，行啊，那买衣服现在也行了吧？哎呀妈呀，下一个，这个黑色的。你这回买的这个裙子啥的，全都是这种紧身的。嗯。撞去。就很静版的，很简单。发现你好像长高了呢，鞋高了是吗？你觉得这个好看？很普通，反正你选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。第一个粉色的，没有什么个性。下一个，反正你喜欢就行，你喜欢就行，俺们只给你参考啊，都行。看不了，太扎眼了。刚才我闺蜜好直叹气，炸街了，直叹气。来，你把刚才那再表现一下。给你们看看，转过来，别缩脖，好好的，向下巴露出来了，一言难尽。看网图老好看了，可能我年龄不行，这个可能适合石头。你不适合穿黑的，我就告诉你，以前黑的没走。你听听他们咋说。大鹏，你指定说好看。哎，这好看吗？一言难尽吧，姐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所说的，现在所听到的，也就是咱们屋里这几个人啊，看的那个，你这视频一发出去，下边是成千上万个人了。没事的，我都已经被打击了。橙子刚才说了，你快进去吧。你不是小孩了？那我这个行啊？你说这个，我刚才试了这几件，可能这个最后一件我也不太喜欢了，当时可能看走眼。他想炸街。这个件。我决定，我特别喜欢啊，他们也都喜欢，我小妹不喜欢这件呢，我跟他喜欢，大橙子不喜欢这件呢，我跟他不喜欢，大橙子喜欢，你说这一天天的，这件我喜欢，但全给你否了。